家好，我是姚哥。那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那也希望2017年能大给大家满满的欢笑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做一道麻婆豆腐。今日使用食材如下：首先热锅后，先放入腌过的绞肉，再加入大蒜爆香，炒出香气后，加入两大匙的豆瓣酱和一罐肉酱，之后加入半碗的水，先放盐，再加糖提味，最后放入我们的豆腐，稍微焖一下就可以起锅喽。那阿瑶师，你最近有没有去什么地方玩啊？最近哦，哦有啦，我咻的一下滑进摩啊，摩斯汉堡啊，摩斯，不错。撒上葱，我们的麻婆豆腐就完成啦！哇，好香啊！哇，好香啊！是，谢谢阿瑶师为我们带来这么美味的料理，原来步骤那么简单，那我也可以来做做看。好啊，你来啊 ！Previously on Hell's Kitchen， 做麻婆豆腐根本就是超级无敌简单的，这根本就难不倒我。嗯，Sorry, it's always working, chef. 琛琛，果然不会比我快，你说是吗 ？Oh man, guys, come here. I mean, right now. You just taste it.没加豆瓣酱，所以我说的是酱汁。Get out.我就知道鱼渣他不会做菜，你看，现在被赶出去了吗 ？Come on, guys, where's my tofu? We only got 45 seconds. Tofu is walking. Walking, chef. 艾瑶师，这是我做的。Just touch it. 哇，豆叶痛啊！是冷的。It's raw! It's f***ing raw! Get out! 我问你们，麻婆豆腐讲究的是麻、辣、色、香、烫五味一体，那第六味是什么？那就是酥。没错，那就是酥。琛琛，给我一个让你继续留在厨房的理由。Chef，我想要继续留在厨房，因为我有非常高的厨艺水准、知识还有天分。这次完全都是鱼渣在闹我，他在旁边一直跟我说什么澳门首家赌场要上线了，哦，这让我一直无法专心啊！而且那个赌场好像真的蛮好看的，不，我在讲什么？反正主厨，你应该把他赶出厨房，我才是真正该留在厨房的人。好，鱼渣换你。我想我已经没有什么好说了，琛琛已经把我所有的缺点都讲出来了。但是在我淘汰之前，我必须要跟你说，一定要去看琛琛推荐的澳门赌场开幕影片，那是所有男生都想要看的。OK。Sex chef， 好，鱼渣 ，give me a T-shirt。我一直以为我的厨艺可比小当家，原来我也只是个王府。你他妈可不可以走快一点啊？鱼渣虽然厨艺不错，但仅限于微波食品。